警察先生，我想我们现场需要做一下处理。好了啦，不要这样子，不要这样子。我告诉你，你一个死给看！我告诉你啊，你再做下去，我死给看！我们不要停止啊！我们那个行程坐在这里。一表接两个，然后那个……等一下，我没办法接受，我没办法接受，没办法接受你梳妆过来。这是我东西，这是我着急的东西。是你的东西，等一下，没有错。你再多做，我就靠你。我没办法接受，我真的没办法。